去。接下来我们请各分组的主委、国际交流委员会郭佩欣、牵手筹备委员会赖芳玉、组织发展委员会潘林桥、皇冠筹备委员会陈义珍、会务发展委员会林平荣、公共关系委员会黄秀英、社会服务委员会陈美华、活动推广委员会郭雪清、财经推广委员会叶湘怡，请各位主委我们上台。谢谢各位主委发挥你们的这个领导能力，让我们各组的姐妹呢团结一致，凝聚向心力。司仪会长要颁发纪念品，致赠纪念品给我们各组的主委。好，谢谢。是我们的各组的主委，大台南分会有跟不同的组别，那由这些主委呢来凝聚我们姐妹的向心力，来一起跟着我们的司仪会长发展我们的会务。谢谢各组的委员，也期待我们每一届的委员都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还要回赠花吗？司仪会长，我们的姐妹还要回赠花。好，那司仪会长，请你回到舞台正中央。待会儿呢，市长即将进入到我们的会场，来为我们见证这次的捐赠仪式。好，我们的各组的组委献上花，代表我们的心意。好，请我们各组的组委。你们的革命情感会永远留存，谢谢。好，请司仪会长请回座。唱联谊之歌。